我的带薪加班，对，外父，对啊，这礼拜外籍啊，是谁生日了呢？他去他们家住，把他们家酒，为什么没有一直没有时间啊？是谁生日的呢？谁生日？不是我吧？那是谁？是你吗？我都过了。不是我妈。是你妈吗？是我。是你妈？是我。是珍珍妈。珍珍妈生日，日快乐！大家一起唱歌好不好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，不要再闹了，生日是很开心的。为什么在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有人在打电动呢？你要做这个吗？认真一点，来一下嘛，在直播了。是谁生日？你这个小三，他还没了，他还没了。他下礼拜可是有，好像有粉丝送他的蛋糕。真的哦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而且是知名的奶油蛋糕，这家超好吃的，这家超好吃的。我被吃一块了，还没有点蜡烛就吃一块。超开心，就是已经帮你唱过生日快乐歌，可以大家可以吃了，就不用理他了。可以啊，不行啦，不行。那生日愿望，你有什么要祝福我的呢？我祝你可以工作越来越多，然后星星我就可以一直帮你代班。不行啦，不可以啦，那我的愿望是希望医生的工作越来越多，这样我就可以帮他带星星的班。真奇怪，真奇怪，心机怪蛋。你走一走比他还严重哎。是吗？是。是吗？是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快点啊，真实的许两个。许两个愿望吗？对啊，许两个。我，你的小三一直在你背后，感觉你有个背后灵一直在你的。真的，刚刚那个就当做第一个好了。第二个，我希望，所有的不管是老师啊、工作人员啊，还是我们三个主持人加上康哥，希望呢，我们都可以身体平安、健健康康，然后工作越来越顺利，然后越来越走上轨道，然后越来越红，然后赚越来越多钱，然后帮助更多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然后带更多更多的欢笑跟欢乐跟恐怖的节目呢给大家。希望呢，我的愿望可以实现，这是我第二个愿望。第三个愿望，呢，我希望。不讲什么，不讲，默默的看眼神就知道是关于那个啊，讲的会不准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。那我希望我不要中大乐透头奖啊，讲出来了，不准啊，不准，不会中了啊。也不是这样子的吧？我不是这样子吗？是的。为什么没有帮他点蜡烛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他的蜡烛，因为我们都没有打火机。不，因为是因为我们这礼拜出外景的时候会在鬼屋里。帮他点白蜡烛，蜡烛的部分先 hold 着。对，我们把蜡烛先 hold 着。天哪，那你要不要来一起来？我在高雄，你在高雄哦。哎、欸，我们那天刚好要去高雄出外景，那你会很辛苦哦。真的吗？真的会很远很远很远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老师，我生日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会，我会点香跟好兄弟讲，到时候帮你庆生。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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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所有对跟所有的好兄弟讲。因为你在那边是明星的嘛？没有啦，医生也是，那也是。可是他们没过生日啊，哎，过生日他帮你庆生，好可惜哦。那谢老师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硬要逼老师说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当然，我们也会请好兄弟帮忙唱生日快乐歌。哎呀，不要不要，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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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这礼拜是谢老师吗？这礼拜是谢老师。那、谢老师的书在各大书局都有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。对，要帮老师打广告。对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切蛋糕啊！好，切蛋糕，切蛋糕，切蛋糕。寿星要切一刀，那就这一刀。就明明就已经切过了、啊，哎、欸，那有人这样切的、啊？没有这样切的吗？那我就切这一刀，走进城门划一跤。好了，这一块是给好大一块哦，你疯啦！给妙姐的，不用太大了，这样子才可以啊，有力气继续工作。来，医生吃蛋糕，太棒了！呀，太棒了！啊，是要拿一块给康哥，对，拿一块给康哥好了，那就这块给康哥好了，拿去啊，你拿去。你这样太没诚意了吧？应该是这一块给他吧。你切好看一点吧，你不要切太丑啊。可是我觉得嘛，哎，好好吃哦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他鲜奶油超好吃，他的鲜奶油真的超好吃。太好吃了，那我拿去给他。很有名，很有名。
所以希望康哥喜欢这个蓝色的蛋糕。那你要不要大家要不要看康哥祝你什么话？好，会送给你吗？好，可以吗？好啊，走，医生，我们一起进去。哎、欸，你不要靠我，医生太近哦。嗯，不可以哦，小三零。那我们走吧。你看到谁啊？哇，老公剪头发呢！哎、欸，不要摸，不要摸！哎、欸，你这样背后戳他的背，这样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门口，不知道里面会怎么样呢？好紧张哦！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康哥今天有。他感觉好像做错事情了，明明是自己的生日。而且他希望康哥给他一段小小祝福，祝福对他有什么期许？他自己来找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就这样子哦，简洁有力，对啊，也可以，我教你，也可以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越来越美丽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谢谢康哥。演艺圈那个发展越来越顺遂。哎呦，谢谢康哥。然后呢，那个你快曝光了啦。BMW，赶快。我也想换 BMW， 换宾利。哇哦！我也想换 BMW 哎。没有开 BMW。我没有开 BMW。没有开。没有。有开好挪啊！我谢谢康哥，真谢谢康哥的生日祝福，谢谢康哥，那就不打扰康哥了，谢谢康哥，谢谢谢谢，生日快乐，拜拜拜拜，挪啊！你死定了你，你死定了，没有了，糟糕了，好好笑，哎，难得看我们三个同台哦，对啊，下次我们三个出嘛，哎，亲一个，大家说亲一个，那亲谁？那医生啊，那我亲一个。谢谢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这个蛋糕可以。哎 ，Dila 的话要考虑一下。干嘛这样？你也坏！欠骂！你在打我！我也会打你。哇，老师的。亲一个，快点！那你要亲谁？对。那啊，五雄走了哦。对，早走了。那下一场来宾还有谁？没有，就他。好了，我这两个人。你在干嘛啦？现场捉奸。对啊，太过分了吧？对啊，那希望呢？我想，祝真真每次去鬼屋都会见到好兄弟。耶！耶！替我们真真说生日。耶！耶！啊！哎呦！寄到公司去。哦，谢谢哦。今天寄到了。开礼物，开礼物啊！这太不好意思了。我们要在鬼屋的时候才会拆生日礼物。对，这个礼物呢？我希望在鬼屋直播的时候拆给大家看，不知道里面是确定一下是真的寄给真真的啊、哦。只能在柜台跟我说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谢谢。真的没错。谢谢全能的柜台。这个卢先生，卢小姐，卢小姐，对，收到你的礼物喽、哦。谢谢阿美。阿妹阿妹，即时搬家，手机是0929。不用给人家念出来，不要给人家念出来。今天医生是珍珍姐的，珍珍不要再赖皮了。住在彰化的。好，到时候我们再来拆礼物，先收起来，乖。我帮你收，一直要曝光人家的地址跟电话。对，好的，谢谢谢卢小姐，谢谢阿美，谢谢你。那么你的礼物我们会在鬼屋亲自呢为大家开箱。对，到底是什么礼物我也很期待。对对对对对。他说嘴对嘴亲。Oh my god！ 嘴对嘴亲吗？那我们鬼屋看看会有什么喽？那糟糕了，那希望呢大家可以继续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啊，啊还有我们礼拜五的鬼屋外景。重点是每个礼拜五晚上要收看我们节目哦。淘宝吧，好兄弟。不要去别台，可是说别台现在有一个。歌唱节目，然后都还蛮大牌的艺人，就是大陆的节目哦，千万不行，千万不行，千万不行哦。对啊，那你模仿一下，萧敬腾。唱什么？你是我的小蝴蝶。不会模仿了。这礼拜听说是林俊杰。林俊杰怎么模仿？
你要先模仿，表示我们会，然后这样我们才能打败他们。林俊杰，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天天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。可以送真正礼物啊，都寄到全能公司来就可以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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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不要破费。对，但是大家也听到了，宾利嘛。宾利，这家很好吃。哎，要切一块给我，我还没有吃。你的就这一块啊，切好了。我先吃这一块，我再剪。你们就负责一直在吃，要跟好啦，跟大家拜拜啦。好，大家拜拜。礼拜五见喽。礼拜五见，拜拜。谢谢大家生日祝福，拜拜。嗯。